要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好评度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，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哦，最爱国呢。哎，为什么是台中哈？每次都台中，等一下在那个吧，车上睡觉，补眠一下，干杯睡饱啊，出发。辛苦辛苦啊！你说店是你开的吗？对，是我跟别人开的。我们去到这附近开店啊，很近，然后下到那种地方。真的假的啦？开去三分钟的都。就是我们就换这台车。哦。它从旧款换新款了、哦。换旅行车，因为它我们现在工作的时候要载比较多东西。嗯。对，它原本那五门真的太小。哎，这边是南屯哦。对，南屯啊。哎，其实这么快就南屯呢。然后下到那种地方。真的假的啦？开去三分钟的都。今天天气非常晴朗，来到台中，等一下我要把外套脱掉，热死，好不好？先做个开场。今天我们来估 Focus， 哎，我们请车主进来，来来来来来来。所以车主是这个夫妻俩，对，你们是一台车吧？两个人共用一台车吧？对，我们有一台 Mini。哦，所以你Mini 哦，哦，我也是 Mini 哎，Mini Mini， 这是几年的？这2017，三年前，所以算是老板娘的练习车吗？他的工作车，所以不是第一台，之前就车龄已经很久了。啊，之前开 K 8，哇、哦，要求啊 ，K 8吗？就是喜美的掀背那一台。我刚坐他的车有感觉呢。等一下，顺便我们可以采访一下他的车。他们就是这个3.5代换，这个是4.5吧？挖工啊，把人家打马赛克哦，不然我怕他太红。刚在高铁站有人在拍。拍什么？拍我们的车，从后面出现，然后拍一下，然后就走这样。对，因为这个现在定要很久啊，等他看什么时候会坐后座出风口。对，后座出风口之乱。2017年的有天窗的是89.9万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已经连我讲多少钱我都忘记了，直接问车主哦。我们的粉丝都是有分成两派嘛，一派就是这个昨天有朋友要跟他们买比较高，还有一派是属于那种自动降价那一种，3%的那一派。对对对，3%。我今天的目标要把它提到5%，把它提到5%。哎、欸，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就提升1%？3%顶多变3.5%而已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80%的时间都是女车主。90%哦，90%哦，一手女用车出现了，偶尔5%借给朋友开，那时候还是朋友没错，不能，哦哎、欸、哦，懂了、哦，一定要讲朋友，不能讲说5%是老公开，这样没有人想买，有老公了，打开就算香闻起来也没什么感觉了，有点宅味。对啊，你有印象说从新车买回来到现在，你有没有考过期？没有，回答得很快。我认真采访一下，你这个车从2017年到现在，我问一下车主。车主，你都在原厂保养吗？对，没有一次在外面。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保养。啊，连轮胎都在原厂换，还是没换过轮胎？还没换过轮胎？换过了，原厂换。我是浮粉啊。哦，你是浮粉啊？对哈。你是浮粉啊？又换下一台了。那你觉得这台车花你很多钱吗？没有吧。就保养而已。没有修过东西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我算是就乡野传说。那有没有那种觉得是，哎，怎么忽然这一次回来保养特别多钱？就每次都是例行性保养哎。啊，是哦，他会不会都跟你说，哎，小姐今天例行性保养哈，28000元这样？前两次会砍，然后后来他就知道我们都会砍，他就没有再塞东西进去。哦，是哦，所以有被备注就对了，原厂保养，一手95%女用车，没有出过保固，没有花过大钱，连轮胎都原厂换的，然后白色有天窗，没考过漆，好，估完了。看完了、啊，这要看吗？我们如果现在是在首播，有没有？下面已经开始在留言了，哎，已经在留言价钱。对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外表。噔噔噔，哎，轮胎也很新哎，但就是换马吉斯的21的，这个是去年的。可是这个车怎么好像比较常放在外面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开出去很容易滴到鸟屎，真的很奇怪。就是长得像流动厕所的车子。做鸟很喜欢白色的这种。对对对对，其实我看胶条，我觉得这个胶条感觉有蛮长时间都是停在户外居多、嗯。就一半一半，因为我们家里有车库，但是公司没有。哦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又有口福了，等一下又好东西吃了，所以我其实有点意兴阑珊，你们觉得？就是该直接吃了。我为了这一餐，我到现在都还没吃东西呢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小伤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是打蜡呢。哦，你给我打蜡哦。啊，想说要交车，要给你估，就整理一下。我本来想要瞄一下，结果那是拉塞、欸。其实还不错呢。你真的没考过漆吗？你不要骗我。你确定？真的没有啊？怎么可能都没有伤？这边一点点，哎、欸，真的没有伤啊。哦，这个是开门开掉。好，看完了，外表真的很小伤。好，看一下内装。
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跑几公里吗？87460公里。哎，2017年，今年第六年，也要10000啊。这个算是蛮有开的啦，也不算是常闲置的车子，应该几乎每天都有用到。女杀手，很爱攀方向盘。怎么看？很亮啊。真的？你就爱那胖哎呀。没事在那边搓，真的都在原厂，文心厂。欸、好了，看完了，看完了，可以吃东西了，可以吗？还是要再看？电房应该加一加应该是够了。加一加应该是够。好，方向盘稍微要处理一下，两只钥匙也都在啊，这标准的一手车。不过说我养小狗，如果坐车会坐后座吗？对啊。那我可能看一下后座啊，看它指甲长不长。哎、欸，还好啊。对啊，没有什么抓伤啊。有些狗会想要站起来看外面，或是怎样会抓。它会靠着椅背。对，不会看外面。对，这还好。不会了，还 OK， 只看到几根毛而已。你们应该有处理过，因为里面我也没闻到什么狗味啊。它不太，它本来就没什么狗味。它不太有狗味，很奇怪。哎、哦欸，后面板子哎。后面板子啊，放在我家。啊、哦，家在哪？在家里。因为我们的工具都会太高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在、哦、都没有再放那个板子这样。加新密啊。啊，所以他就会都放工具放行李箱、化妆箱，所以这也算工作车就对了。对对对，他跟我上山下海。那里程开那么少，你没有认真上班哦。好啦，这个2017年顶级的 Focus 哈、哦，多少钱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先去吃饭的时候再，对不对？东西好吃就买高一点嘛，价格就好。哎呀，东西如果不好吃，哎、欸，有没有啦？不要给人家压力，好吃不好吃都要卖便宜。哎、欸，这是我们最新的企划，你看上次阿呆去给人家挖耳朵嘛，还不加过拐杖嘛。以后我们就出这个企划，你如果是有开店的，对，顺便利用小吃频道做一下宣传，好、哦、啊，车子大概7788，刚刚说报到40，啊，那卖个20-30就好了，对，简单嘛。你卖看，哎，今嘛要来找小吃，对不？哎，你看汽车啦，安尼出来呢，推荐给你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无上呢，好吧？哎，去吃东西，去吃东西，走走，啊，车子就看完了，好吧？走走走，耶耶 ，Go Rich View。哎，高明，对，那个除草啊，怎么了？不要除草、啊，不要除草、啊，我们干嘛？这个，这什么？尤其是后行车记录器，前后的、哦，前后啊，装哪一台？小狮子啊。哦，装哪一台？哦，另外这台没有那个。对，哦，这是后视镜景的啦，马库米亚哎，一个主机加一个后面的镜头，加一组线，对，啊，再一个电源线，我们先装了，啊，我们先试看看，好的。现在快7点了啦，所以我们试的是晚上，所以会比较清楚。因为有时候白天不管什么记录器，晚上是最严苛的挑战。它镜头是用索尼的。哎呦，你讲我没注意看呢。这里的路会比较暗，可是看起来还可以耶。对，哎呀，车来了，车来了，感觉上不会有闪光哎，还看得到车牌嘞，看得到车牌。不会像你的闪光，我手机换掉了，换谁？我换掉了。对，不会像你一样，整片都是这样砰。其实这样讲啦，被打鸟打到还是会，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数位的镜头。它前面就比较接近我们正常来看的视线，可是后面它的补光补的还不错，对不对？虽然它是倒着走的，但还拍起来比前面更亮的感觉。好了，耶！它这个为什么会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原本就不是它装的，所以这种比较闪光，比较打鸟一点。哦，你再说。如果没有对动鱼眼，它就会。对，你看后视镜就知道，它就打到我的后视镜来了，所以它比较闪的，打得比较高啊。耶、yeah, ，好，这个大吉国际啊，这个装好了，刚刚也在路上也试了一下，喜欢的话我们会把那个资讯会在下方。好，我们只负责推广，没有负责安装。对，喜欢的话点进去就对了啦。Rich View。谢谢。哇，那个公司帅，以前很平常啊，这都是原本的吧？窗户，我觉得留着。你看它原本的窗户就很古色古香。对啊，不应该把它拿掉，要把它留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和洋石的定位，就日本元素跟欧洲元素，那是欧洲的不同。像日本又像欧洲这样。好，那我坐这边好了。坐大坐一坐。好。
大小可以吗？还是要大本？什么意思？说老花眼是不是？没有，可以啦。我跟你讲，你帮我拿着到那边去，放地上吧。啊，欸，这很特别，你看，哦，非常棒，它是这样一本。这是菜单吗？是菜单，第一页就觉得有故事这样。哦，你知道魔芋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它是格格啊，然后绿色一片都会切成一片一片碎碎的，然后里面跟一些那个叫什么乌拉提什么，还有地瓜，煮成汤啊。啊，小时候很讨厌吃啊，因为苦苦的，真的，以前阿妈都会煮啊。可是那个我觉得比较像大人的菜，我小时候没办法理解为什么大人会喜欢吃那个东西，所以今天我就要来理解一下，这个叫亲子。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我以为是亲子冻的那个亲子。姜汁汽水加咖啡加苏打水。对。那建成是要让它看起来漂亮，但是你要喝的时候可以拌一拌。嗯，很特别，我没有喝过这个东西。啊，我知道这个就很像那个啦，之前 Seven 不是有卖那个叫什么西西里那种，有没有？姜汁的版本。咖啡加汽水，它有点姜汁的味道。嗯，好喝，清爽，又有带一点大人的味道，有咖啡糖的味道。那带你要哪一杯？来啊，喝麻。蚂蚁啦，这是怎么做的？就是我把蚂蚁晒干磨成粉，类似抹茶粉，类似抹茶粉的概念，那种概念，加气泡水跟蜂蜜。来，形容一下味道，觉得有点像海菜的味道。海菜是啥？海菜就是那个日本料理店会有小小一碟那狗狗的那个，我不知道那是叫什么、啊。对，绿色的、啊，对，有海带的味道。那喝了会想滑海带拳吗？不会。哎、欸，你懂我要表达的吗？我怕我表达不出来。喝得出来是自天然的东西，但是它就是会有个香气啊，它有点像抹茶的香气，可是它又带着那种甘甘甜甜的感觉，多一点草味。对，草味，蚂蚁的草味。对，它那个香味其实就是这个蚂蚁的味道，而且它喝完以后舌头会有点干。你说它苦，其实它又不苦，可是你舌头会有个余韵，然后会觉得。干不干嘛呢？就它会留在舌头上，蚂蚁的独特的苦干的味道、嗯。对，想要再吃甜点的，应该它又有不一样的呈现，知道吗？这是蚂蚁做的，对，是蚂蚁的生乳卷。生乳卷，哦、然后这个呢，我对这个是面茶达克瓦兹，因为我们就是用一些台湾意象的食材去做甜点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想到米杯，我们把面茶粉撒在达克瓦兹上面，然后里面的馅也有用那个面茶粉去调、哦，然后搭配麻薯这样子。我觉得我要先吃甜点，嗯，我想要先吃甜点。我今天最期待的就是这个，不管是这个奶油跟本体都有用蚂蚁，对，都用蚂蚁。先吃一下蛋糕本体，然后沾一点奶油，其实会更顺口。它这个蛋糕皮是我喜欢吃的类型，就是比较偏干的。其实我吃蛋糕不喜欢吃太湿润，太湿润我就软软烂烂，而且不香。我们现在搭它的奶油。嗯，这真的是有下过苦心哦。如果单吃它的蛋糕卷的部分，哦，本体的部分，其实带着一点蚂蚁的那个香味跟一点点的甘苦味。但是呢，它故意把生奶油糖加比较多，所以你跟生奶油一起吃下去以后，那个甜味直接会把那个甘苦味稍微的升华掉，你就不会觉得说，好像苦苦的。所以一定要吃生奶油。它是其实比我想象的软原来它是软的，所以中间是面茶一团，是不是？面茶粉有加奶油，我去调过。哇，面茶呢？这个调成。我小时候啊，我分不出来面茶跟米糊在哪。米糊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米糊，对。小时候比较没有钱，没有办法全部都泡牛奶，可是又要饱足感，所以就用牛奶加米糊。米糊就是有点像米饼，会咖啡色。嗯，香哦，它口感很温和哦，它的东西就不会让你觉得，不会让你觉得很死。我发现我吃了蛋糕跟这个以后，我觉得他们的东西都不属于走那种重甜的，他们走一个比较吃起来不会让你身体有负担的路线。而且这个东西，坦白说，我觉得吃起来的惊奇感比我自己觉得比刚刚那个还要大。对，因为它是真的，我觉得是蛮有水准的甜品。我想高级料理就是这样，怎么样高级料理？就是你吃进去以后你一直在想，哇，很特别，然后哇，有一个香味，这是什么味道？然后一直在想一想，可是想不起来是什么。好，从入口，然后再到嚼，然后一直到吞下去，那个整个过程感觉都不一样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蚂蚁地瓜酥，所以里面是有地瓜吗？来，我来切看看。它里面有两个层次，就是一个是地瓜馅，然后再来是麻薯，然后里面有蛋黄酱。
外面是麻糬的酥皮。嗯，热的，对，有烤过，就是它那种内用的话，要先烤热给你吃。这样，我没有吃坏了。麻糬很香哎，给烤过的麻糬非常香。我整个鼻腔里面都是那个麻糬皮的味道，蛋糕吃起来还有那个舌头会干干的味道，这个完全没有。甜点哪里有蛋？它三样甜点我可以把它排名。你是不是在想，很神奇，对不对？你会有一种，因为它是真的非常特别，然后又不会排斥，综合在。对啊，入口最大，味道最浓是那个蛋黄，后来那个饼皮的那个麻糬的那个香味跑出来，跟那个马吉啊，跟地瓜一样甜甜的，很温和那个甜味，那这样全部搅在一起，超级无敌有个特别的。好，我要排名了，我的第一名是现在这个，阿年。现在这个。对哦。哎、欸，这真的超屌。那个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你怎么跟我一样？妈的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这个东西我是有小小吓到。有咖喱饭。哇，那这个可以吃吗？哦，哎、欸，鸡肉咖喱饭，那鸡肉看起来好吃哦。哇、哦，炸这样子，这个是什么？你说碎碎这种？肉桂坚果糖。肉桂坚果糖。对，就是我们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很喜欢吃的一个小点心，就是用肉桂还有糖去炒坚果，把糖衣裹在外面，这样是红酒炖牛肉。哦，红酒炖牛肉。嗯，配一碗饭这样。那牛肉是用牛的。对，所以比较牛花比较多。这什么？这汤咖喱，札幌很流行这样吃，就是它咖喱会加一点鸡汤进去。有些人习惯是把它当成汤吃，哦。那有些人是会就搅进去吃，有些人喜欢吃比较汤汤水水的饭。哦。干贝松露炒饭，恰好。我是用两颗生吃级的干贝，然后就把它切两颗，是不是？好，开动。比我面头前炒饭好吃，根本就是惊唔知路，心不知道路。啊，炒饭达人啊，最会炒饭的。第一个，它的松露的味道量，我觉得比例加的蛮刚好的，就是带一点点松露的香气，但不会让你觉得过量。然后再来一个说，它其实有一点点锅气在。好，你看得出它的那个蛋黄其实是炒的有一点微焦的，它这样才能带出这个蛋的香气。从刚我就很想要这个，那个叫什么？你说这个？肉桂坚果。哎，肉桂坚果。来，我来加饭。唐扬鸡吃起来要有酱油味，不然我就不给它过了。哎呦。日式的唐扬鸡就要酱油味，像唐扬鸡就是要酱油味，没有就打妹、欸。很勇敢的尝试哎。对，有些人会怕肉桂味，所以我们点餐都会特别问客人要不要。不会很搭，咖喱原本就是很多香料 mix 在一起。对，所以你把肉桂用进去，其实不违和了。对，没有什么突兀的感觉。哎、欸，阿泰快吃啊，这好吃哦、喔！你看我又吃这咖喱了。Patiently waiting on my dreams to come true, hoping and praying one day that they do. Oh, I don't know how, and I don't know when. Just patient. 我好像是来试菜的，试菜员。第一名的话，我是给炒饭；第二名，我是哇、哦，咖喱跟红酒炖牛肉实在很难。其实东西都是。好吃的啦，我觉得还没有一样目前吃起来觉得你看我吃那么饱。这个在台中或是你不在台中也没关系啊、哦、有经过这个他在这个台中市的南屯区，他刚好这也是我们的粉丝，等一下准备挑战结缘，等一下出低一点，这样现在套路是这样啊，如果不行啊不好意思啊，吃饱拍拍屁股就走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要讲价钱。是开40到45可以吗？对，但是42、43那边吧，中间大家开心的。425000，就是中间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这样处理，成交了，好不好？成交了，有成交。而且对我来说便宜，我还附赠一餐2000多块啊，对他来说他很便宜。你知道吗？他再加上我们这个坚强的小狮汽车媒体部摄影团队下来，我们这一出门都是六位数起跳。他载车，他得卖50几万去了。你咳嗽谁？耶！哎哎哎，创个美术，哎，原来业务哦，刚才胡瓜金庙口黑哦，众幸福，哎呀哈，主委出来加码哦。哎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亲子餐厅，饭也蹭了。车也买了，钥匙资料都在我手上，没错。哎、欸，还有东西拿，蹭饭就算了，还有礼盒。阿、啊、蛋，你拍一下你的手，也拿一袋是怎样？肉桂特餐，
真的很好吃啊！再次感受到今天来这边风和日丽，嗯，天气也很好，对，而且它温度很刚好，不会过热。你看我还是常来，是浅的屌。在中部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如果还是说你在中南，在中南部啊，其他地方外县市有来台中玩，值得把它排在名单里面来吃看看。啊，进来可以报小师叫我来的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有小惊喜，好不好？我不敢说什么大惊喜啊，好，我只敢说小惊喜而已。进来就是这个，说我是看小师汽车频道来的，好，有小惊喜。上次已经可以去按摩报我名字了，去哪间？我要去按。我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后哈，我们这个小师宇宙会越来越大，以后真的全省各地走到哪里都可以报小师名字。没错，从按摩、吃饭到灵骨塔，搞不好都没问题。哎，真的，上次有一个我们粉丝是那个呢，生前契约那一种的、啊，以后真的走到哪里都可以报小师名字。对，跌打损伤啊，好，又叫闹丢啊，全部小师都有用啊。哎，不，重点啊，亲子餐厅真的可以来试一下。阿欧是亲嘛？他念的超对的耶。阿欧是亲嘛？对。阿欧亚马青山，阿欧是青青色的意思，好不好？我知呀。欧伊诺亚马，啊，欧伊诺莫尼。阿欧吧。阿欧啊，阿欧。阿口就是子的意思，爱口，爱口是哪一道？爱子嘛。好啦，那这个今天很开心的台中游到这里，我们待会今天的行程很满档。哎，为什么会有小小的那个飞来飞去？因为这不一定是甜，但是那个好甜，因为这也真的很讲讲。对，没有了，被你们讲的，人家也说盖独栋的，那上面农村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去这个桃园哦，青埔算桃园吗？中立，青埔是桃园的。无聊，哪里？还在那边站中立，无聊。那这个有机会就来试一下。那今天谢谢老板跟老板娘。哎，来来，称呼一下，老板怎么称呼？来，哎，我叫 Rex。Rex。对。我叫伟伟，伟伟好 ，Rex 跟伟伟好，报小师的名字准没错，好吃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订阅订阅，哎，现在订阅听说没有用是不是？一键三连呐，烦死了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。刚遇到计程车的粉丝啊，刚老板娘伟伟刚好要出去，直接就坐车，好不好？小师宇宙又坐计程车了，好可爱。哎，阿呆，嗯，油箱还满的呢。哦，我发现了，给人家吃免钱的，又拿礼物，油箱又加满，那车还洗干净，还做美容，还打蜡，而且价钱还是他自己讲。这种好客人，果然，我跟你讲，我在此宣布，好不好？小师汽车的这个好客的比例。现在提升到5%，大家去加油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成为优质客户，啊！看有一天，优质的客人可不可以变成90%？往南逃。Fe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